这款是 AA 最新的动物驱离枪，那它的口径是 0.50， 就是 12.7mm。那目前我们站在10米的靶位，那我们要打到10米上面有一颗乒乓球。要跟他讲一下，这个是 ABS 弹，塑胶的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枪准，远人技术差多。现在你是个人，真的是全组。